上次不是讲说买一支压力太大了，那零股可以买的进场吗？啊？可是我手指很粗哎，按错怎么办？我的手指更轻。老师，可是现在我不是高点，现在进场不会被割韭菜吗？10月26号的时候，他做的台积电的收盘价是450，然后呢，现在2月4号嘛，他的收盘价跑到630了。来，大家算一下，这样子平均报酬率大概是多少？来，台牛，你来回答，这个答案到底是多少？正确答案是17%。现在你很厉害，18%，多少？100万赚17万呢？哪里？哇，等于170。哇。上次买了那股之后就没有继续买，不知道过了这么久之后，手续费还有没有优惠？星光证券零股交易的手续费部分性交易最低起要1元，而且没有20元的低消限制哦。现在新户开户呢，至少还有500元的交易整理金，你赶快去开户，到底学会了没啊？大家好，我们是叶总，那我们欢迎包总哦。拍过一支关于零股交易的基本概念，那这次呢，我们来进行一个集中考。那等下会有宝可梦这边呢提出一些问题，让我们来回答。那我们答错最多的人呢，要接受今天的地狱式惩罚。至于惩罚是什么呢？啊，今天由于这个妙派新小手，很小只拿打中脚来替代，目前让他拿招牌啊，中脚。那我呢，今天是担任这个荣耀执行官。谁做最多会让他叫妈妈？好，来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出题了。好，那第一题的话就是，星光证券它的零股交易手续费最低是20元。来，作答了，3、2、1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，全部都是最低1元。对，最低一元。你们真的有在学，很厉害哦。好，来，那我要再问第二题了。第二题的话呢是，盘中零股交易是今年的10月21号开始，对吗？3、2、1。哎，有人答错，完蛋！来，我要讲答案了，那是去年的10月20号，哦，陷阱，不是今年的。好来，我要再问第三题哦。第三题的话就是，我们从手机，然后还有那个电脑都可以买零股，对还是错？3、2、1。哎呦，这题大家都过对了，还不错哦。我要再来问下一题了。好，第四题，零股交易的操作界面跟整股是一样的吗？好，来，3、2、1。这答案就是有点两极，所以答案是错了。太有差了。开户吗？3、2、1。哎，那你都答对了。好，这个答案就是说，你只要年满20岁，就可以在线上面开户喽。好，来下一题，第六题啊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星光证券开户，是不是也能够开星光证券户？3、2、1。你答对嘞，这真的是送分题哈。是线上开户，对，线上开户是你开户，太方便。对，线上开户是很重要的。就不用跑那个卡，不用跑证券卡。那第七题的话呢，开户完成之后呢，有没有营业员可以咨询？3、2、1。对啊，超对，答案是圈。对啊，超对，超对。对，就是不论你是线上还是零柜，其实他们都会配一个营业员。哎，你还要不打你哦？因为我了解。好，来，那现在来进行第八题哦。星
刚证券的开户优惠手续费引用金是100块钱，来，对还是错？3、2、1，哎，这也是蛮两极的。我跟你讲，答案是错，因为它的开户金是500元。500块，对。好，来第9题，新户开户抽到的手续费引用金可以用来折抵买一张股票的手续费吗？对还是错？来，3、2、1，哎，你有问题，你错了。最高抽到两万块，对，500到2万块都有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来公布答案了。我记得刚刚应该全对的是你两个，对不对？很厉害。那我们错最多的是不是这边两个？他。那你要接受最高好大，对不对？直接开打，错是你。那我们要由执行官来进行这个最后的。荣耀执行官已经上线，你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吗？这不应该的，无法。这是你要打四五连，花束五连鞭，套套鞭，闪套五连鞭，闪电五连鞭。好，哎，错是你，错是你，只能打四下，不要捡太多钱在我身上。可是我不会偷打你。拿东西，把这些在头上扎住，脚趾兄弟二。Are you kidding me？ 还好，我有点痛，但是还好。你运气好，应该就没有痛。我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哦，很痛哎！很痛啊，很痛啊！没有，如果你伸直的话就还好。哦，会痛，会痛。但是你们在这里真的下不去。那如果大家还没开户的话，也赶快去开户吧。拜拜。